我们基督徒比一般人更应该在新年的时候表达我们的喜乐啊！是啊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基督徒更应该享受新年的欢乐，因为我们喜欢祝福别人呢。对呀，在新年里，我们也要为过去的一年来感谢主，数算主的恩典，并且好好的计划今年的目标。说到这里，不妨建议大家把计划写下来，到了明年这时候再拿出来一起对照，看看啊谁做的最好。不过我想景华可有点为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才说了很多计划呢。你们别笑我了，我们呢应该在主里彼此扶持，互相建立才对啊。是啊，说的对极了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应该在主里彼此守望相爱，并且把主的爱分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恭喜你！